안녕하세요. 상해 김충국입니다. 가려는 자와 막으려는 자, 상해 포동공항의 상황입니다. 5일간 연이은 확진의 시발점이 돼서 상당히 긴장한 모습입니다. 더 이상의 확산을 막기 위해 공항은 폐쇄되고 모든 관련자를 조직하여 집단 핵상검사를 실시했습니다. 이 과정에서 엄청난 충돌이 일어났습니다. 深夜11点，等候在 P4 停车场外的人员大排长龙。为了维持现场秩序，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组成人墙，把人流分散开。在门口的闸机处设置了缓冲区。人流进入大楼后，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走上三层，再到医务人员处接受采样。现在是23日凌晨的0:20，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，这个临时的核酸检测区域仍然在工作中。现场除了大量的核酸检测人员之外，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，确保接受核酸检测的人员的进和出分两路，不会形成对冲。每一个医务人员平均每分钟可以为4人进行采样，做得非常顺利的，一进来就顺利的。10摄氏度的气温，虽然穿着不透气的防护服，但现场工作人员仍感受到阵阵寒意，长时间的工作疲劳度增加，只能坐在停车位的阻挡器上短暂休息，或者在墙边的背风处坐一会儿补充体力。240名医护人员、300名工作人员，从昨晚7点一直到现在清晨5点，为超过15000名与机场货运相关的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的采样工作。现在这个临时核酸检测点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。目前现场仍留有足够的医务人员为零星前来的人员服务。截至11月